小事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回来不会是又想当梦主吧？你脑子坏了吧？这个屋里人山路外下的天象，你欺上瞒下，杀人无数。我回来就是要除掉你，拿回本应属于我的盟主之位。
这样子好像是没有人。进去。走。哇！哎，真的没有人。这还真不错啊。嗯，门口还有个小院子呢。长安。啊。我们不用盖房子了。喜乐，喜乐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可别吓我呀，喜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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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刚才晕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突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喜乐，我还是带你回长寿堂看病吧。那得走好多天呢，回中原都住太远了。看病要紧，喜乐，你不能再这么吓我了，知道吗？不行，你出去又会被认出来，到时候又会被卷进狠斗波这里。哎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真正的武林盟主。怎么样，恭喜二位。怎么了？有喜了。有喜了。喜乐是个愿望。大夫，你这有喜了也能突然晕倒是吗？不等，不等，再拔一下。现在我只能拔出来他有喜，
八成这姑娘有别的病吧？那是什么病啊？现在没发作，打不出来。不，行了，大夫，她现在发病了。怎么样了，大夫？从脉象上来看，他刚刚晕过去。大夫，这个用眼睛就能看得出来的。希勒的病情慢慢严重了，在长寿堂我都忘了有多长时间，一直用药调理，直到银子花完，却没有看到任何起色。我要回家去。喜乐，我要带你去长安，去宫里找师哥。你记不记得师哥？他已经是太子了。宫里有太医，肯定能治好你的。喜乐，歇会儿吧，吃饭了，给我。现在真享福啊，都是现成的了。哎，你说她应该叫什么名字啊？要是女孩的话，我打算叫她喜乐。哪有好名字一直用的呀？到最后都分不清谁是谁了。也对，除非只剩下一个。瞎说什么呢？啊，我们还剩多少银子？还剩不少呢，放心吧。你怎么了？我先扶你到屋子里面休息一会儿。喜乐，你怎么了？我可能真的，我可能真的要生了。要生了？你快去隔壁村找谁生婆。哦哦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天黑了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呢。那好，我骑小扁去，很快就回来。你放心，啊，这把剑就留在你身边啊，等我回来。去过那间房子，喜乐让我很为难。在他看到我的那些日子，我始终没有为任何事情痛不欲生。可是，在他看不到的日子里，
我想杀了小敏，同时也把自己杀了，可是不行，因为喜乐给我留下了一个包袱，让我不得不继续在这愚蠢的世界里生存。喜乐，我们什么时候成婚啊？他答应你了，你娶她吧。不和你闹，咱们什么时候成婚？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是怕你现在答应了，到了长安之后你又遇到了如意郎君，然后后悔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是觉得你都没有送过我礼物，人家哪能那么随随便便就答应你啊？那还不简单吗？我把小扁送给你。小扁，我们就决定租你啦。小扁，我们很有缘哦，你就放心跟着我吧。这本来就是我的。不是，他是驿站老板的。那我不还了行不行啊？我跟小扁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产生感情了行不行啊？这样啊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要一起有一个目标，然后一起完成这个目标以后才成婚，不像现在这样，连去长安干什么都不知道就先成婚了。好，当我们知道去长安干什么以后，我们可以找一个漂亮的地方，有花有草，衣食无忧，再盖一个大房子。好，那个时候我就一定和你成婚。咦，怎么回事啊？他睡着了。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他会成为我们一路的累赘的。反正今天天色已晚了，我来决定，我们就先休息，明天再说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我叫万勇，万宝龙他大乐。今天想跟你施仁兄比划比划，切磋一下武艺。他叫长安，你认错人了。这哪来这么个小死门？撒谎掉皮了呢，就在这里，还没有谁能把我给撸了，比我好啊！俺爹发明的那个套路，就必须得实践。可你想啊，连个小木头棍都没有，这是不是欺负人了点儿？没关系，反正我还没有学到用兵器呢，徒手吧。说实话呢，我就真想赢你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还就不客气了，来动手。你先让你身边的人往后退退，免得让我伤着。那怎么行？我跟你说，所谓的晚龙归一就必须是这么大心意一块使，我才能发出这个招来，就我一个人使不了这个绝招。你这么快就用绝招啊？喜乐，牵着小扁往后退退。你小心啊。掉的时候下的手，那六个标非常整齐，按照位置来判断应该是我的头、
颈、心、肝、膝盖，震得很。最毒的就是那最后一镖，居然朝着我的私处而来，真是想让我断子绝孙呐！好悬呐，差点扎进去。该轮到我了吧？旱冰，哼，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没有，那个剑哈有毒。有毒？什么毒啊？西域红花。你不是说比武吗？为什么还要用毒啊？我想跟你交个朋友，虽说你已经换服，虽然说你也已经改名叫长安了，但是能不能长安，得是这个江湖说了算。你想我们怎么样？你也不要那么急，这个毒药发作得很慢，叫那狼人跟我去趟主城，这个解药只有我们幽草山庄才有。我保证你没有事。快点，长安，长安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你快去拿解药啊！还有小扁何时才能到山庄？来，赶紧给他灌下去，最多一口，肯定见效果。醒了。这药真好使。我刚才口太渴了，就把它全喝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别人说就这个东西在江湖上，他起码得值个50000两银子了吧？再说了，为了找我两个伙计，你就把他天天当酒喝，那怎么的？哎，行了，完了，这个东西那么贵啊！还这么少，俺爹是出了名的赌王。我朝大帐，但凡有一个酒功不下的地方，就会有俺爹发明的灭虫毒。真心的这个奖品，我给你猜猜啊，得起码有一半就是这么样下来的。哎，万兄，我有一事不明啊，说。为何你会找到我们两个？不光我找，还有吴林阳那帮伙计都找你，因为他们说你是个不一般的人，他们说要是抓了你这个不一般的人，就直接把你给弄死。因为他们说要是弄死你这个不一般人的话，那他们就更不一般了。这样也行啊。找我说哈，互相之间比划比划，得有个损友不就行了？哎，就是嘛。所以我才一听说就你从寺庙出来以后，我就跟一帮人撒腿就出去抓你去了。到底有哪些人想杀我们？哎呀妈儿，真有意思啊！张飞我们比贼我们了，谁说得弄死你嘞？谁说得杀你嘞？人家说那个想杀的想弄死的是你，你不知道吧？你只捎带了，你敢？那些都是什么人呢？他们现在都在哪儿啊？那些人都跟我一样，一听说他出来就得翻山遍野的去抓他。不过
你每天走的太慢了，你都跑那前头去了。啊，放心，我们还有急事儿，我们先走了，不打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小南，长安，长，咱就休息一晚哈，明天一早咱就上路，你说中不中？中。你没事吧？我走的时候偷偷从万章拿的，就什么万能伞、解毒伞什么的。你这样也行啊？怎么不行啊？那个万勇看上去又不是什么好人，不过这个东西倒是挺有用的。以后啊，你要是参加什么武林大赛，万一受伤了，这个吃了多好啊！也对啊。啊？哎，喜乐，你是怎么拿的呀？随便拿拿就拿出来了。没有被人发现吗？你都没有发现，谁会发现啊？这样不太好吧？不太好。喂，你把我当贼啊？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是师傅曾经跟我说过，不能偷窃。不是偷，是偷偷。偷和偷偷是不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偷跟偷偷是不一样的。啊。对。偷跟偷偷是不一样的。武林之中还有人教你扇耳光这道武功呢。我这么好的法号，你应该知道我不寻常，居然还敢冲撞我，你不想活了吗？你这狂徒，我法号还叫释然呢，才慢慢悠悠骑这么一头破驴。小扁，对，小扁，你可好，骑这么一头大马，还在这闹市中乱闯。放屁！你叫释然，我他妈还叫释空呢。喜乐，告诉他，我是不是叫释然？叫长安，走了。我真的叫释然。算了算了，长安。释然。长安。释然。长安。释然。喜乐。嗯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就是释然呢？忘了什么啊？万勇说江湖上的人都要杀你呢，这不安全。怎么就不安全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师父在我下山的时候教了我一绝招。一个网头，一个姑娘，一头驴，哎，就他妈杀人！我和喜乐从小就没有分开过，我忽然想到，倘若喜乐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死就是一种长久的分开，会长久沉浸在悲伤情绪中，像草一样不能自拔。想到这儿，我已经不能再想下去了。
起了，起了。那个，我们要一起有一个目标，你都没有送过我礼物。喜乐，你在哪儿呢？喜乐，喜乐，你在哪儿呢？喜乐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还健在呢，而且又找到你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查案了。我看看怎么弄的。你从马上掉下来了？从自己跳下来。你怎么能从马上跳下来呢？他不听话呀，我叫他停他不停，我上回去找你，我叫你的名字，没有人答应我。你快停下，你快停下，你不停我就跳了。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啊，这儿很疼吗？这儿呢？屁股疼吗？不疼，不疼，不疼。这样，你把你上次偷偷拿出来叫什么伞给我，我往你伤口上敷一敷，应该管用。不行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财迷啊？那个是万一你中毒了才喝的。那你这伤口呢？我这没事儿，又不是利器所伤。行吧，等我们到了长安，找个跌打药铺买上好的草药，往上一敷，保障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先起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天又打雷又闪电的，一会儿肯定要下雨。前面有个客栈，今天晚上咱们就不在外面过夜了。走，上马。这就是长安啊！怎么？喜乐，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啊，不用去跌打药铺了。说说你要找的那个人吧。什么人？就是那个知道一切事情的人呢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给忘了。你怎么会忘了呢？难道你不觉得师父给你很大的任务？去长安干什么？去找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。你就没有感觉到事情的紧迫？喜乐怎么办？随你去。嗯。你怎么那么没心没肺的？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他们家小女儿呢？什么都不记得。哎哎，喜乐，这个布料好不好看？颜色和你衣服一样，我们买一块回去给你做新衣服好不好？我们不用不用。哎呦，小子，干什么呢？你偷我东西。小子的手真快。哎呦，那大师的手更快。是师傅，我这个有眼不识泰山，不小心偷到自己人头上了。自己人？什么意思？我在我们组织里手脚是最快的，你的手脚比我还快，你一定是我师父。我是好人。
我也是好人。偷东西不是好人。我又不当官，自食其力，怎么不是好人？真能说。也对啊，以后记住啊，这偷窃始终是不对的，明白吗？两位一看就是初来乍到，这样吧，你们有什么尽管问我，我能安排的全给你们安排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成，跟我来。来了。啊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们这长安城之内有没有什么什么都知道但却谁都没有见到过的人？没有。那有没有什么传奇的人物啊？哦，对了，有一个老头，什么名字也没有，专门做兵器。做兵器的？他呀，有一个铺子，做出了兵器是天下有名。哎，你们听说过江湖上那个大侠吴陵吗？据说手工那把零件，就那老头打的。他那铺子传奇啊。白天从来没有人，只听见晚上有咚咚的敲打声，也没有见过人。大家都说啊，这不是人。带我去。哎，有人吗？就这么大点地儿，有人早出来了。哇，这把剑真的好漂亮啊！既然没人的话，我就偷偷的。你们来了。我们什么都没拿。进来吧。您真的是什么都知道啊，连我们来都知道。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呀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久仰您，而且还听说您有很多的传说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上不着你，还好没给你买新衣服。没事，再来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你就是那家伙。我是哪个家伙？那是个传说，每几百年啊，五个人儿。这个人啊，能看清快速移动的物体，甚至他能看到人的内心啊。谁要杀了他，谁就能得到天下呀。没这么夸张吧？胡子，前两天来了人，在我这儿买500把兵器，估计啊要报仇。你师傅啊，那才是限制。他把你治到长安来了。师傅，那为什么又让我离开呢？未免小木寺遭受灭顶之灾。难怪呀。你呀，应当回去看看。我们赶紧回小木寺。等等，这剑有灵性，它很钝，见血一次就快一点。还有，看见个打不过的就跑，记住，差太多，精神是管不了用的。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
父！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为什么弟子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呀？为了强大小木寺。那为什么又让我离开呢？未免小木寺遭受灭顶之灾。师父，寺里面是遭受了什么样的灾祸？您怎么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？师父，认识吗？空皆无法改变，而时空却可以改变。这上一句和下一句有什么差别吗？仔细看。师父，前一句比后句多了一个逗号。你离答案很近了，好好想啊，一会儿为师来考你。时空皆无法改变，而时空却可以改变。想明白了吗？求师父参破区别。看，其实是两个逗号。啊！寺里的日子日复一日都是这样，可我却想过院外的日子。天气转冷了，世界闹得饥荒，寺外每天都有上千的人坐着。寺里就剩三天口粮了。这门到底是开的还是不开的？开同归于尽，不开人心丧尽。这外面的人肯定是迫不得已才一同撞门的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闷死了！啊！完了完了，这下疼啊！哎呀！闷死了！闷死了！快！开死门！开死门！看了我一眼，她很漂亮，我仿佛看到了她长大的模样。我家有一个小女孩作伴，而我幸福了，肯定有一个人痛苦，那个人就是被砸的师父。
小姑娘，你从哪里来呀？从长安来。哦，你的爸爸妈妈呢？都饿死了。师父，这个小姑娘怎么处理？放回寺外吧。太不人道了，太不人道了。把她留在寺里吧。啊？那我们洗澡怎么办啊？哎，中原九山十寺，规模之首就是本寺。寺院这么大，姑娘这么小，非要洗到人家眼前去吗？可是，毕竟这么多时间，寺里从来没来过姑娘，这叫弟子们一下子难以。小妹妹，你多大了？六岁。你知道不知道你是怎么出生的？妈妈生的。你看，他还什么都不懂。你们有什么好不方便？你看这周围这么多人，他们和你有什么区别啊？他们有那个东西，我没有。啊啊！哪个东西啊？猪仔挂着的那个。小姑娘，你都这么大了还没个名字，我们总不能叫你那谁吧。我看就叫他喜乐吧。喜乐。喜乐。喜乐是个愿望。在这萧瑟的季节里，在这混乱的时代里，在这苦难的寺庙里，在这悲伤的气氛里，这小女孩背负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正式定名为喜乐。大师兄说后山有个三重洞，我好像听说过，一般人进不去，只有不一般的神人才能进去。啊，真的？去不去啊？去。师兄说在寺里待十年还不如洞里搞一个。就在上面。哇，终于找到山重洞了。那一天终于让我们见到了山洞，师兄非常兴奋，扑向洞口。因为在传说里是人物手机洞，我必须显得很冷静，但是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因为那个洞的位置和大小真是太经典了，太传说了。你终于醒了。是什么把我们给迷倒的呢？你们觉得在寺里很无聊，留一个秘密，等到来年此时，我自会告诉你们。江湖中群龙无首的时候看似很乱，但是群龙有首的时候其实更乱。这一年春天，一场江湖中对决古今盟主的比武，就要在长安城中最高的建筑物天上人间的屋顶上开始了。有人会静，请请大师兄，谁会赢啊？
小木寺的人是不是看苦当派不爽啊？嗯，那苦当派是不是想让小木寺的人死光光啊？嗯，那这比武啊，谁都赢不了。南无你离战记着了。分出双方了呢，师傅，快把师傅抬走！我是蒙军呀，师傅，我是蒙军，14天，刘云终于饿死了。从此武林没有了盟主，江湖就开始了乱世。师父，您找我。来来来，为师有话要说。你长大了，嗯，该下山了。去哪儿啊？去长安吧。去长安干什么？去找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。可是许多事情弟子还不明白呢。所以你该去明白了。那喜乐怎么办？随你去。那师兄呢？随他去。那我师哥叫什么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。不能说。师父，您为什么不能传授我正规的武功呢？你已经不需要武功。为什么？不一时，关键在于速度和力量。你已经有了一流的速度和力量。暗器再快，在我眼里，实战开外到我面前，感觉也要一个哈欠的功夫，我可以早早实现。那也不行啊，师父。就算是这样，我打的拳也是比较难看的呀。永远是被打败的人比较难看。哎呀，师父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我遇到了高手，我怎么办啊？逃，反正别人也打不着你。对，逃！师傅，你这个主意可是真好啊！师傅，为什么弟子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呀？为了强大小木寺。那为什么又让我离开呢？未免小木寺遭受灭顶之灾。
兄，一大早晨就到小屋子去办事。到了小屋子门口啊，梆梆梆梆敲门，半晌没人应啊，心里一琢磨，哟，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？结果呀，就使出了一招天下第一掌，直接把这大门就给震下来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死了啊！全死了，而且是一个活口都不剩啊！还是以前那场比武造来的灭门之祸，有点意思。哎，我觉得一定有内奸，就是趁他半夜睡着了，一个一个杀的，一个一个杀，那得杀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天亮之前也杀不完呢。就是，啊，你姐姐赞同你吗？肯定是一手一剑，两个两个杀的，两个两个杀，因为没天亮前能杀完啊。胡说，两个两个杀怎么能弄不醒人？又没下毒，万一是中毒，都迷倒了呢。哎，不见得。这小博士啊，他有这个研究毒物和解毒那么个地方。对，他就算是饭里投了毒了，他未必每个人都吃得到啊。这回我真明白了，真明白了啊！他指定是常年吃素，造成营养不良。营养不良，一点东西要了没有啊？我们村王安三老头天天把野菜吃，人越吃越壮，身体呀、越来越好，跑的呀比秃子都快呀！吹牛吹牛，跑的比兔子都快，直接抓兔子吃不得了？哎呦，大家知道这老头啊腰不好，弯不下腰抓兔子呀，亲生吃素的命。还真别说，今年这个兔子呀是真多，就跟闹了蝗灾似的，满街的蹦啊。这家伙你给他装到城里卖吗？还没人要去了。胡说，谁说没人要啊？南边野味馆专门收野货，怎么着这一个兔子也得比一个瓜卖的钱多吧。这你就不懂了啊，奇货可居啊，瓜少了价钱上去了。哎，有道理，只剩个一兔子一个价钱吧。放屁去吧，活的值得比死的快。扯，野兔子不值钱，野兔子难抓的。老子就说是瓜贵，谁把野兔子买贵了，爷我今天就看了谁。兄弟们，野我兔子贵了，给我抄家伙。走走走去找那个前辈，我觉得江湖一定会出大事。累得我走，别想白走。瓜还是兔子？哎，兔子贵还是瓜贵？就说是兔子贵。大哥，你分错包了，你原先说的是瓜贵。别，老子就说是兔子贵。Thank you.
得了。有票吗？还要票？当然了，这是正规组织的，不像上次一样小打小闹，必须有票。没票一边听。哎，谁掉了银子？哎，站住！还有人上来比是吧？咱们现在江湖的统领，武林的帮主，就是这位叫东阳大力士。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江湖空前团结，同时在空中发出几百支暗器打在他的身上，由于不知名原因，咱们现在的新盟主处死，我决定比武重新开始。多日不见，多日不见呐，师父！哎呀，多不不不不，喜乐，你是不是以为师父我死了？看到师父，我震撼的说不出话了。我一直坚信师父是不可能死的，主要是因为死要见师啊。下一场。谁来啊？你们谁来就杀啊！看，刘毅该出场了。欢迎这位英雄。请问各位武林人士，哪位敢跟我比试两招吗？请问你们哪位敢跟我比试两招？过来，这男人比划比划。没有，可以上去。哎，不要，会变成众矢之的的。怕什么呀，我又不想当盟主，我只是上去把万勇拉下来再说。有没有该上来的了？小哥，很久不见啊。你还学得挺像。非说很久不见，我可知道你在准备接从车没少出溜了吧？哎，迫不得已嘛。哎，小四妹呢？她挺好了。我就知道你对她有意思，是不是？哎，我随便一问，你可腻歪了呢。万勇，上次我已经和你领教过了，这次我甘愿再次领教。说吧，比什么？剑。万勇啊万勇，你明明知道我不如你剑，你还要和我比剑？你废话真多。比剑就比剑，出招吧。等会儿，
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怕你的剑气伤着我。Round two, ready, go! 关勇，我的剑是不出鞘的，哪像你总把剑放在外面。你连剑都不拔出来，这个比赛不公平。就算我赢了你，不光脸上没光，地下这帮兄弟哪一个能服啊？不是长，我也剑不出鞘。一个意识在我脑中闪过，果然我看见一只极快的毒针从鞘中射出，快到只能看见它出来，之后就如若无物。没想到这小子真够胆的。来啊！啊！这剑太小了，盟主该是这把剑。武魂有起，好，还有人上来挑战吗？回来，我宣布，史长安就是新盟主了。进去啊，请盟主请入座。盟主请入座。大家也都坐吧。你是新盟主，盟主是做什么的？这盟主历来就有，可是晋朝江湖人人心不移，所以未能继续。容我喘口气儿。所有武林帮派在外的一切活动必须经过盟主同意。盟主啊，还要和朝廷搞好关系，为咱们武林啊争取更大的荣誉。哦，大家高呼盟主。虽然下面人高喊着盟主，但眼睛分明都盯着这把剑。盟主年少有为，盟主的马也真是年少有为啊。我问你们，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姑娘？还有姑娘，还有姑娘啊。盟主果然是性情温和，刚当上盟主就开始找姑娘了。盟主，
女儿苏醒在哪儿？在孟竹汤。走。孟竹为什么迟到？有人给你提封信。孟竹。师父。嗯。我要去找喜乐。长安，路上艰险，要多保重。实在没想到，我当盟主需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，居然就是女人被绑架，真是一个无法传送的开头啊！生是生，生是可悲，爱我是爱，生是情真。可恨的，注定一去不复回。我不是英雄，是个懵懂少年；也不是神仙，是个薄命红颜。等刻不成，要等经历过风雨，才甘于平淡。三十三，一切都突然，空是空，世界多转门。梦是梦，是现实太斑斓。我是独当，一切都是缘，穿着衬衫就顺其自然。有个声音在远方呼唤，长安长安。翻过山水，翻过山湾，又回到原地打转，当不知是非因果的循环。经多少悲，多少欢，找不到一片心安。人生有多难？喜乐呢？喜乐，万勇，你太不君子了吧！原来你是这么隐微的，可是我觉得吧。正因为我是个君子，我才这么干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就想叫你答应我个要求。说吧，什么要求？这个盟主的这个位置，你实在是没有什么做的必要了吧？可以。你不觉得你答应的有点太快了吧？本来我就不是为了当盟主才去比武的。这个事对你也是有好处的。你师父不是像小母子那个地位吗？这个事容易办。小母子被灭成毒所害，灭成毒只有在你的山庄里面才有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事。所有的人每一个都知道灭虫毒就我有，然后我至于拿着我的灭虫毒去毒害那小母子？我是疯了呢，还是你没长脑子？好，放了喜乐，我答应你。那某处信物，封印。拿着你的剑，带上你的门，去过不是属于盟主的叶子吧？但是
记住，求死。烂影为什么要抓我？他要什么东西跟你交换？他让我消失。然后他做武林盟主？嗯。那样也好，这样你也没有别的要做的了。但是啊，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。这件事情有些蹊跷。先把银子收起来。哎，那最后这句“看完对折”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说，看完这封信以后，把它对折起来，好好保存。哦。走。去哪儿？南方。这将是我回忆里最恐怖的地方，我决定一辈子都不会再去那里，有生的一辈子都不会去看望，因为我相信席勒早已不在那里了，而我们会迟早再在一起给小便剃毛，只是需要完成一些事情，而这些事情竟然不是江湖恩怨，只是把一个小孩带大。江湖大得很，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还有，夫人的墓都已经很脏了，要去清理。事情总是躲不过去的，好好照顾孩子，告辞。怪不来人了，你看写的够了，看来朝廷要听你江湖了。对，有可能是万勇假借朝廷之命干的。诗歌告示说，朕与天下大兴，必须天下一兴，任何私党除去正统小木派留中级以上弟子，其余一并清理，所有帮派取消帮名，归于公选之盟主万勇，江湖为盟，并入征军。
终于回来了。师父呢？师父圆寂了。他说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看到了黄榜，师父不是和朝廷有勾结吗？他怎么会是万勇干的？万勇为了讨好探子，表面上看起来让小木斯强大，铲除其他帮派，其实他是害怕小木斯壮大。那暗杀小木斯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也是万勇干的。万勇的叔叔是皇妃身边的一个太监，当年皇后不能生育，皇妃生了太子，怕被加害，便让万勇的叔叔秘密送到小木寺里，在这里长大的。当年天上人间比武，逼死了苦当派刘云，苦当派一直在暗中勾结各派势力，想要报仇。万勇为了笼络各大门派，又不得罪太子，便设计把我和师父调离了小木寺，对小木寺大开杀戒。师父圆寂前留给你的。师父，禅宗万勇恶势力重建小木寺，愿世间去哪里？替天行道。回来不会是又想当梦主吧？这个屋里是安梦幻家的天下。我回来就是要除掉你，拿回本应属于我的盟主之位。Thank you.
要是我非非君子，我独不招风。我好不就是给你上了点门是有多远，我们把那纸箱给堵上。我给死了，他为你而死。官员，毒别人的，终将会毒到自己。幻魔袭了。只要人心不乱，武林就不会乱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喜乐的不治之症是万年下的慢性毒药，而我宁愿为喜乐去死。势力诞生，这就是江湖世界。愿世间喜乐，愿你我长安。前辈，请。最近可好啊？你夫人都死了1年多了，我又给你物色了一个。那个姑娘啊，你就放心吧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还贤惠，没有人糟蹋过她。哎，姑娘，快点进来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米豆。米豆？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？不晓得，家里人的愿望吧。米豆，和喜乐一样。是一个愿望。喜乐，嗯，我还有一个梦想想要完成。你的梦想？嗯。你的梦想不是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过安逸的日子吗？哼，
还是要来这个三重道呢。今天我一定要知道这三重洞的秘密。哎，你小心被迷倒啊。师傅，我怎么又迷了呀？喜乐呢？他已经醒了，没事了。哦，哎，你的好奇心太强，好奇心害死人呐。师父，我从小就想知道这三重洞的秘密，你就告诉我吧。我不告诉你。行，师父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就还要去一探究竟。嗯，哼。好吧，同意了。我来破灭你一个梦想，跟我来。这是什么？是大茅房啊，师傅。有多少吨位？不下50位。本寺存在了多少年？不下300年了，师傅。这茅房下面就通往了三重洞，50个吨位，300年的屎尿积蓄其中，必然会有让人窒息的气体产生。啊，怪不得桃花开得如此茂盛啊。你后悔知道这件事了吧？不后悔，不后悔，师父，弟子不后悔。山不是山，如无人高攀；岸不是岸，如水长川。苦海无边，注定一去不复还。我不是英雄，是个懵懂少年；你不是神仙，是个薄命红颜。都看不穿，要等经历过风雨才甘于平淡。散不是散，一颤抖不然；空不是空，世间多圆满；梦不是梦，是现实太斑斓。放肆阻挡，一切都释然；转世加下，就顺其自然。有个神笔在远方呼唤长安，长安。走多少圈子，多少弯，又回到原地打转，跑不出是非因果的循环。经多少背离，多少欢，求不到一个心安。人生有多难，心中无念，手中无剑，才看见天地多宽。脚下布满